南宁站的实践遇上我们圆满结束，非常的开心，很开心再一次看到你们。上一次来已经是2017年了，开心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歌迷，那今天也有看到你们为我做的应援物，很可爱很可爱，谢谢。今天我在跳舞的部分换了新的服装，你们喜欢吗？我是觉得蛮好的，就是穿短裤跳舞就劲歌热舞，我觉得很好看。还是做没有围墙的城，仰望有彩虹的天空，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。谢谢你们，那我们下一站在佛山见。